阶段。古法锻制技艺要经过30多道工序，6大步骤。这是人类在数千年前就已经掌握的奥秘。在众多工序中，錾刻是决定银器精美的关键。錾刻顾名思义，使用錾头在银器表面雕刻出丰富多彩的肌理，因此各式各样的錾头成为银匠必不可